嗯，这不是你吗？哦，是我。我现在没关。他在努力收，仔细看一下他的肚纹。我看，来个特写，已经在收了，这里已经在收中。嗯，等他松开，等他松开，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别收缝。有闪哎！屁蓝了呀，屁蓝！哎呦，闪现拉开，想在这里秀，大招给过去，换掉了。中路色敌过来想留人，大招往回大，但是过来以后配合一个艾希能杀掉吗？艾希是一剑，奥弗。不管这个羊啊，他这把对艾希的一个无位移的双 C 限制太大了。是的。CD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准备看，准备看。OK OK。他闪现差一点，我出去给视野，直接给。哦，三十秒闪现。能看吗？哎。哇！会死吗？哇！哎，能看这个吗？能看这个吗？能看这个吗？可以可以。他没选吗？哇！没盯住，没盯住。先走，先走，先走，先走。盯住了，但是太远了。AD 没闪 ，AD 没闪。先走，先走，先走。后面，后面，后面。啊，没事没事。就而且虽然现在去世界赛的门票有四张，但不能说25%我们能到，是吧？我们也是要通过一定的努力要去啊。然后今天这最后一局，如果问你们是因为什么输，你们怎么说呢？如果你们要说是因为实力不足输给 WE， 你们觉得是实力不足，那输给他们，那教练也无话可说。通过比赛也反映出很多问题。我们也经常出现失误，或者是在就是有一些点我们确实欠缺，所以你们能不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在平时的时候更加努力呢？如果说我们非要想把输赢就比在走钢丝的这种东西这种打法上面的话，那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恢复到最巅峰的状态去。我们是永远被别人追赶的那种俱乐部，所以你们身上的压力本来就很大，就是别人在一直追着你走，能追到你，哪怕能看到你后车尾灯了，他们都会很开心，然后他们整体的凝聚力和团队气氛就会更进一步。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输一场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和对整个队伍的怀疑，这个是你们必须要去迈过去的一道坎。能点镜头比着夜吗？零，比着夜。不想比。比着夜。别拍了裤子，腰带都没有。
哎，还有我们这个阵容是拖后期打团的，前期不要出事。教练，你的腰包要去鞠躬了。我们只要抱起台团来，就是比他们厉害一点。我们抱团是必赢的，他们是没法跟我们打的，我们全是开团 ，OK。然后 AD 自己的闪看着点，好吧？你带的什么？是不是点？让我看一下。不是不是不是，可以可以。加油！他如果直上路的话，我可以帮你约。接不接呗？见不看一下射题，看一下射题。瞎子没闪，瞎子没闪，瞎子没闪。哎，打这个，打这个，帮我，帮我，帮我，没闪，没闪，没闪。能走吗？你们？啊。OK，nice，nice。退步，退步，退步，走走走，先走。我走。Nice，nice。OK。上单辅助交闪。我觉得我们是要做生意的，兄弟。对，我们看一下，等一下，要抱团来。来，能打大龙，能打大龙，能打大龙。看一下您。再看。两个都没闪。死了吗？那是大龙。一阵美意。一阵美意。没闪的。一阵能快吗？能看。啊！钢皮。好的。一波吧。一波。拆了吧。AD。睡倒了。能吗？晕住了，两个都晕住了。Nice。差一点。死了吧，有点燃的。他们。Nice。Nice。哦，牛逼。他们应该大龙了。应该死。我去大龙。再打。啊，好像来不及了。再打。啊，打他们慢。来。我看卡牌，放真眼。哎 ，Q， 我来着！我的天哪！来着！哎，走！没事。哇，他这个惩戒也太着急了吧？什么情况？不知道。哦，牛逼！卡牌！卡牌！晕住了！能赢！等一下！能赢！慢点！干锅！辅助没闪！赢了！AD没闪！辅助没闪了，准备大龙，准备远古龙。还有20秒能吃吗？把谢先清一下，看一下大红，看一下红。你们听我说、嗯，你们先把该做的事做了，然后等一下，等那个我们人都活了，我们再打龙。这人30秒，他来不及的。嗯，我听过了。我们直接开，把这爆炸果实。你们相信我好吧？就他抢不到，OK， 能赢，这很好赢。巨魔死了。卡牌也死。AD 带回来，抱回来。Nice。这就是龙魂吧。Nice。Nice， 兄弟们。Nice。没有点回，你要等一回，你就没打。哈哈哈哈哈哈！没，真挺好，没回去。